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切片软体的薄件篇。那这边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里的薄件篇呢，不是说我们要列印非常细小的物件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般在列印的时候呢，大小比例不会太小啊，假设是5公分、6公分以上的这样的物件，那它物件上有一些特征呢，它就是非常的细小啊，那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。那一般我们常见的列印机呢，它的喷头是 0.4。那有时候我们要为了要列印这种细小的特征的时候，可能会换上一些比较小的喷头，好像是 0.1 这种喷头。那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做哦，因为这样也蛮麻烦的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介绍说怎么运用这个切片软体呢，来克服这个问题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跟大家介绍要怎么去查看说什么是薄件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先询问一下各位，你如果还没有学过切片软体的入门篇呢，建议到影片底下的连结这里，先去观看这里，因为这里比较不太适合说你没有学过切片软体的，这里是适合你有使用过，那你想要列印薄件有问题的，再来观看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那就是一般如果是设定是中文界面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运用完切片计算之后呢，直接来看预览。预览之后，如果你有把颜色的线条类型打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预设它是这样子，那红色就是外壳，外壁的地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件，一旦我们看到这里有黄色的标示的时候，表示呢这边呢是属于薄件列印，那它有可能在列印的过程呢是不会印出来，会有失败的情形的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出说，哪里是薄件。那这边呢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么样去设定把它克服掉。好的，那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先做了切片的示范了，先把它计算完毕，让大家去观看一下。那怎么设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参数这里旁边，我们从外壳这里呢看到有一个叫做外壁内嵌这个指令。那一般呢预设的话它是零。零的话就是它没有做任何动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把滑鼠移过来呢，其实它都有解说的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外壁呢是小于我们的喷头，那这时候呢，它就会将我们的列印的时候呢与内壁做重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假设说我们的外壁的壁厚是 0.3， 那我们的喷头是 0.4， 那这样子喷头把它挤出来的料呢，它就已经大于我们的外壁了，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列印的嘛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开启了这个外壁内嵌的功能的话，它就会把内壁跟外壁呢重叠在一起，等于说我是 0.3， 但是它喷头是 0.4， 它还是有做这个列印的动作。那意思呢，它实际列印出来呢，它不会是 0.3， 因为它有做重叠之后嘛，难免料会有挤出的动作，所以可能会大于 0.3。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。那这里呢，如果你是要列印薄件的话，建议把它改成负值。我们是会从负 0.1 开始慢慢增加。那我这边呢，直接把它设定负 0.2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已经做完切片的计算了，节省大家的时间。那我们直接来看预览。那刚刚前面有介绍到了，红色呢就代表外壳的部分。那前面我给大家看的，它在上面的叶子这个部分呢是黄色的。黄色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边呢黄色就是因为它有薄壁，那它呢就是在用外壁内嵌改成负 0.2 之后它就消失了。那它就是呢再把外壁呢列印到重叠在内壁上面，所以呢就克服了这个问题。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做列印了。那这边呢因为如果更改成外壁内嵌的话，更改为负值的话，相对的它列印的时间会变多的所以这边要评估一下。好，这边呢来补充说明一下外壁内嵌的设定。那假设呢你开启外壳这里呢是没有看到外壁内嵌这一个指令的话，这个参数，那你可以把滑鼠移过来外壳这个部分呢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类似齿轮的东西，你把它按进去，它就会进入这个偏好设定。那这个偏好设定里面呢，我们再把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寻找说我们需要增加的一些参数，我们就去外壳这边找到一个外壁内嵌像这里看有没有把它打勾。好，那这边呢我来总结一下切片软体薄件篇的它一些优缺点。
那这边呢，我先来讲一下它的优点。优点呢，就很容易的可以直接的看到，在我们的物件呢，它身上有一些薄件喷筒没有办法列印的时候，那我们在没有把物件放大的情况下呢，它还是能列印出来。哦，这就是它的优点。我们从外壁内嵌这边呢，可以更改它的负值。那这边呢，我因为要展示给大家看，所以我外壁内嵌呢是使用零的。那这边呢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个缺点哦，可能大家会不太清楚，说它的缺点在哪里哦。这里呢，它外壁内嵌呢，哦，是把内壁呢做重合的，所以呢，假设这里的它内壁是 0.3 的话，那实际上列印出来呢，它不会是 0.3， 它一定是大于 0.3 的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它有重叠之后呢，材料会有重叠的效应，所以它一定是会大于 0.3 的。那这边呢，它的缺点在于说，因为这个重叠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表面的纹路呢是会没有那么的漂亮的，有时候甚至表面的纹路呢会比较粗糙一点。哦，这是一个有些物件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缺点。当然不一定每一个物件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有些物件呢看起来是不受影响的。哦，像是这个物件呢，哦，钢铁人，那我来跟大家展示一下。哦，这边是有蛮多黄色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薄件的位置。那其实是相当多的，哦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呢，哦，一直失败的原因，哦，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原因呢，哦，使用外壁内嵌，哦，当然时间是增加非常多的。那这边呢，我给室友去更改它的层厚，哦，让它时间再降低一点。那这边列印出来之后，发现说它的品质呢，哦，变得没有那么的好，哦，除了是我把层厚呢变得比较多一点呢，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外壁内嵌所造成的。哦，因为它有重叠效应，那这边呢，哦，可能要靠一些打磨来把它克服掉。那这里呢，哦，当然是因人而异啦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那这样倒不如我把它列印的再更大一点，哦，都是 OK 的。这边我介绍的呢是列印薄件的地方，哦，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克服。那像是你如果在列印有一些数字文字或是中文字的话，那你也可以用外壁内嵌更改为负值呢，哦，它的列印出来呢，哦，字型呢会变得更粗一点，哦，这边也是不错的。那它的品质呢，哦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样的改变的，哦，那这边呢也可以让大家去尝试这种方式。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。那你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，欢迎到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，拜拜。